在他们定位的同时，我们呼叫一下编号第十六号舒淇爱吃排骨饭的队伍，赶快到旁边集合。新生一转 ，Stream Jump Jump， 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来，领取麦克风，来，所有人向前一步，向前一步，再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让我们喘一下。这个代表团长的发言一下，你好好的介绍自己的团员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
我们是新生音专 Swing 壮壮，我是副社长新颖妹，新颖妹，我是总务巧巧，我是公关秀玉，我是教学小花，我是罗维，我是毛毛，毛毛啊，来，来，再把麦克风传回来给我们的副社，来副社，这个你们的组成，我们是学校热舞社，然后因为想要一起排舞、一起跳舞、一起比赛，所以才组成在一起。那你们这个风格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个，我看一下很多前面的风格，你们大概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风格，因为我发现你们风格跟一般的，比如说像 LA style 的，还有 pop and lucky 都不一样。你们这个风格是什么风格？我们是跳 hip hop， 可是我们是跳80年代到90年代的 New Jazz Swing。New Jazz Swing 舞风比较少人跳，然后它是Old school hip hop， 耶、yeah, ！所以很多歌曲都是非常 old school 的这个经典的歌曲，然后把它混音在一起。好，那你们这个团队有梦想吗？我们的梦想就是要一直一起跳舞下去。一起跳舞下去，掌声鼓励一下。